想很多有毛病，脖子有毛病的多得很，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，OK， 上下左右旋转。好，第一招记得了吧？脖子有问题的人多做这个运动。第二项叫左右开弓，两手虎口相对，这啊，你的呢就两手弄到右边来，你看哈，因为大家习惯用左边先开时候的右边的，那我们先从全部一起用，从左边起来哈。我的左边就是你们也做左边哈，一。你眼睛要跟着他跑，这个就是在动这个眼哈。再一次，一，回来，再换方向，二，回来，三，再回来，四，再回来，五，再回来，六。好像伸张起来，这个胸部要张开来，啊，要这个动作，啊，不是这样打开哦，那种飘飘的。再一次，一，回来，二，你没有抓紧，你没有抓这个，再回来，三，再回来，四。肩膀、胸部开口啊。